姥姥，隔壁家吃热狗棒，我都馋哭了。你小子，姥姥用徽餐给你做八种好吃的，我都吃火腿肠了，还在乎怎么吃啊？臭小子，姥姥做好了比妈妈好吃100倍。姥姥，这火腿肠能做什么新花样？不知道吧？姥姥做好了，肯定让你眼前一亮。我倒看你能做什么好吃的。哇塞，姥姥，你这好好看啊！待会全都做好了，香得很。姥姥，你真厉害，火腿肠为你做这么有格调。姥姥是谁呀？感谢大家帮姥姥点个小爱心喽。姥姥，怎么又拿姐姐手机看天气预报？姥姥就不能时髦一点？这姥姥在手机淘宝1元秒杀抢的，现在点视频链接下载手机淘宝 APP， 登录就可以参与1元秒杀了。苹果12毫米 OPPO 手机活动了，这种好事你少得我。姥姥，我已经做这么多花样太厉害了。